没有车子知道怎么上来。走路啊，这里本来就不能让你开车上来。是啊，这边的。啊？就是你不是开车上来，那人要怎么从平地走到这边来？如果没有车的话，就是用走的。我同学的小组报告，他一个，因为他没有分组，所以他一个人，他跑来擎天岗。然后那时候其实我不太确定擎天岗长怎么样，所以我没有觉得很奇怪。我现在觉得很奇怪，因为是意思是说他从下面直接走上来。对，啊，有那个了，有游览车了。对啊，那应该是打游览车。对，前面那边。好像是要从这边。你也不觉得好笑吗？我觉得很好笑。阿明，刚刚你这样，我也觉得很好笑。对啊，你不觉得好笑吗？这里你要放这里？不会啊，因为他们就在那边吃草。我们看不到。你看那边有一个凉亭，有没有？很多年以前，我们跟游志平他们就是去到那里，然后再爬上那个是七星山。然后我们就在凉亭，然后你们在凉亭那边等。对，因为七星山那个。对，哎，我跟老游跟你一起去。然后老游途中说：“我先下去。”然后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出。对，就再也没见面了。走会更生气，然后自己坐在那边生闷气。我想说，怎么只有三只？有啊，这里牛很多啊。对，还有一颗变焦。你跟他买？没有，他借我的啦。他就有一天突然，我不知道问他尼控的相机怎么样，他就说你要吗？拿去玩。然后他什么？哦，好，然后就来了。
来，自己拍一张。这里等一下。就是那个上方慢慢弄，就是不要太快。前面公寓摆两天。怎样？有声音哦，老鹰。哦，是老鹰的声音吧？老鹰的叫声。哦，天哪！这样。变瘦了，我最近变瘦了。对，你啊？我变瘦，我不知道有吗？是视觉效果，而且我剪完头发，我看起来都变瘦。啊，头发长了之后，就一颗球。不过你看，我才要啊！如果没有，我就不会输药了。享受大跟大自然融为一体的感受。
要走。我们这样子走得回去吗？可以啊，刚好绕一圈。他这照片是这样，现在当下你看你没感觉，可是回去的时候你一看就哦，原来拍出来是这样的东西，就是有时候会有惊喜。我把那几张白的全部删掉了。对啊，那个没有意义啊，但是先不用急着删了，有时候是回去再整理。我在拍我的肚子，然后他没办法对焦，我就把它放到那。铺拍到肚子曝光过度。我也不懂啊，肚子为什么曝光过度？没有很明白。他受不了司机。